陛下归天了。何时的消息？今日南城王君的密报。他还那么小。你叔叔上奏，要我登基。你不愿？ 你我注定是夫妻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？殿下可愿听真话？帝王大业盛衰无常，中州在短短时间内就有两位幼主更替，已经耗尽了累积多年的民心，下一任帝王的人选需慎之又慎。更何况。 殿下并非储君，本王也曾被视作储君。我曾被视作储君，被视作太子。不怪你忘了，除了本王，谁都不曾当真。当初我被带入宫。 正因为我父王无兵无权，绝无能力替我争权，本王能走到今日，全凭自己。也许在你心中，皇叔才是最佳人选。我绝没有这么想，我师父更是对帝位好。你当随本王唤他一句皇叔。 你可是为何不让你的婢女入宫？她跟了你在西周近十年，她在，你便会想起西周，说起西周，而忘了自己是谁的人。十一方才的话，绝无私心。今日不宜再谈论婚嫁。 你我的婚事暂且推后吧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